素洁失声叫了起来，方才只是一时气愤才啐了儿子一口，哪里想到会造成这个结果。鬼吐人吐嘛，是会留下雀斑或者黑痣的，当然自己也要受罚。叶少阳拿出太乙拂尘在程军的脸上挥了挥，鬼唾沫立刻化去，换作一道黑气消散。素洁见自己儿子没事，也就放下心了，离开又怒伤心头，狠狠地剜了他一眼，说道：这些年我魂魄被封，不能闲暇，但是法神在身边的一切我都看得到。我恨你认贼作父，居然把李翁那个畜生当成恩人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。程军怯怯地望着他，不敢作声。这件事儿也不怪你。素洁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恨恨地说道：他把我整得人不人鬼不鬼，还欺骗你把他当成恩人一样供着，这罪人简直是罪该万死。语言刚落，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了一声呼喊：程军大哥在家吗？是穆清风的声音，这大半夜的他怎么会来？是我。程军怯怯地看了叶少阳一眼：方才你只说李翁坏话，我还把你当成恩人，偷偷地打了电话给他。素洁听见穆清风的声音，立刻表情变得狰狞起来，面露杀机：我要跟他拼命。程军站了起来，转身就要往外走，叶少阳一把拦住他：现在不是跟他撕破脸的时候，至少我不能，你要帮我。程军还想挣扎，素洁喝道：听法师的，不要说我来过。叶少阳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对素洁说道：委屈你了。打出了一道灵符，将素洁的鬼魂收了起来。法师。程军见母亲被收，有些不安：我一会儿来找你，你自己想个借口，不要让他起疑心。叶少阳说完，走到与大门相反方向的窗前，爬了出去，进入院子里，接着又翻过院墙，顺着胡同一路狂奔。刚到胡同口，惊魂铃叮铃铃地响了起来，三道人影从拐角口窜出，挡住了去路。一只鬼娃，两只绿颜紫衣的夜叉模样的鬼女，难道是穆行风用巫术召唤来的？不可能。叶少阳确定，他就算怀疑自己什么，也绝对不会这么快就布下埋伏。我先走，你来对付，最好换一个模样。叶少阳吩咐完毕，呱呱当即幻化出十二年蝉的真身，扇动翅膀飞了过去，将那三只鬼一下子就给撞开。叶少阳展开身法，几乎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了胡同，朝着大路方向奔去。如此快的速度，又是在漆黑深夜，就算是面对面，他相信对方也看不清自己的模样。跑出一个路口，叶少阳回头看去，呱呱正在跟那三只鬼战成一团。对呱呱的实力，他还是放心的，于是在胡同里绕了两圈，确定没人跟踪，这才朝着招待所走去。程军大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穆清风一步踏进堂屋，立刻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尸臭，寻得后退到门口，警声问道。程军跪在窗前，低声哭泣，只听见问话，起身来到门后，打亮了电灯，望着穆清风说道：我妈死了。穆清风大惊，急忙进屋，看到床上一滩脓血，面色顿时凝重起来，回头问道：怎么回事？我来的时候我娘已经不行了，我给你打电话想请你快点来看一看，结果她很快就这样了。我当时吓傻了，也忘了再打电话。程军凄凄哀哀地说完，还装着抹了一把眼泪。穆行风不怀疑他，从兜里摸出了一只木质小盘，在上面吹了一下，拿着在屋里到处走了起来，口中喃喃地说道：没道理呀，鬼魂呢？程军退到门口，
一双眼睛从后面恶狠狠地盯着穆清风，随手操起了拴门的横板，犹豫了一会儿又放下了。叶少阳回到招待所，先是洗了个澡，洗去了一身的尸臭，然后吹干了头发，上床把电视打开。等了一会儿，呱呱回来告诉他三只鬼都被灭了。那不是鬼，是有两个人在墙根下做法，好像是某种巫术召唤出来的两个幻象，实际是妖气外化。叶少阳不懂巫术，也没时间多问细节，就问他，那两个巫师你把他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，我怕打草惊蛇，就假装没发现他们赶紧回来了。叶少阳点了点头，心下欣慰，幸亏呱呱没动手，不然一旦出了人命案，官方那边会展开调查，那事情就会复杂得多。不过那两个巫师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要埋伏起来来对付自己，难道有人跟踪？正在思考，手机响起，拿起来一看，是穆清风打来的电话，之前两人互相存了号码，果然怀疑上我了。叶少阳冷笑了一声，接通电话，那头传来穆清风冷漠的声音，你怎么不在家里？去哪儿了？这个，我在镇上的一家招待所。叶少阳嘿嘿一笑，说来话长。穆清风问了地址和房间号，表示自己要来有事说，这就过来。等了只不到十分钟，穆清风就来到，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眼叶少阳身上穿的睡衣，说道，你怎么会在这儿睡觉？哦，晚上有个姑娘约我出来聊了会儿天，太晚了，我怕回去吵醒你们，就干脆在这开了间房。叶少阳道出一个早就想好的借口，在穆清风的追问下，叶少阳道出了吴瑶的名字，毕竟自己实在没有在外开房的理由，只好牺牲下吴瑶的名节了，好在吴瑶也不是本地人。为了让穆清风相信，叶少阳朝对面衣架上指了指，衣架上挂着一个湿漉漉的文胸，是吴瑶之前洗澡时候脱下的，走的时候忘记拿了。叶少阳突然想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他把文胸脱下来洗了，走的时候穿的什么？难道没穿？叶少阳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吴瑶当时的体态，好像，哦，好像真的没穿。想不到叶道长也这些开放，真是没看出来。穆清风笑了笑，哼，那姑娘人呢？她不能在这儿过夜，会被亲戚说的，所以她就回去了。叶少阳说道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来着？